你吓了我一跳，刚才突然呆呆的愣在原地，怎么跟你说话都没反应？你看见什么了？我的视野似乎变成了残像的视角，看见了北落野的情景。你描述的那个男人，率军的青龙，聚气吞四野，凌越万军之势，那正是夜归的旌旗，也是独属于夜归军将领纪言的象征。 而就在不远处的战场前线上，纪言正率领千军万马抵御残像巢，会这么巧吗？我们来到战场附近，正巧郑树军将领正率军冲锋陷阵，又凑巧正是此刻，你跨越了空间，感知到了不远处的战场景象，这场战事本身便是某种异动的征兆，或者二者兼有之。从北落野传来的流息。 比以往所有时候都更加压抑，令人窒息。漂泊者，此时此刻的战场上一定存在某种东西，与你有着暂不明了的关联，与残像共感。